环视四周，每一处屹立的产品已融入您的日常生活当中。过去近40年来，伊利一直在为服装领域与聚酰胺工程塑料行业开发与生产尼龙产品。伊利的发展历程开始与产业链向后的整合，为了让顾客感觉舒适与安心，我们承诺所有的尼龙产品生产过程皆以质量及精准为核心。没错，伊利决心满足客户的各种严苛要求，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每年365天，我们以最高标准为客户提供产品与服务。伊利的业务遍及全球70多个市场，客户不分大小，距离无畏远近。自1969年创立以来，伊利在销售、收购、合资业务和市场份额等方面均获得持续增长。伊利的纤维事业部是纺织行业生产高质量尼龙纱线的全球领导者。伊利拥有各个产品系列，包括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评为世界最细纱线的5丹尼尔4F 的超细单纱线，包括其他开发和创新，范围从中等鲜度到高鲜度的超细单纱线，以及用于极限环境的高强度纱线。手感柔软的本黑色纱线，拥有天然纯棉手感的高科技纱线。伊利的产品系列十分广泛，它获得了首个再生尼龙66原料的专利，将整个行业带上一个崭新高度。它为纺织工业带来高科技的创新解决方案，为当今流行时装行业和专业服装行业提供高性能的原料。伊利的塑料事业部是高质量聚酰胺工程塑料与纯树脂的世界领先生产商。伊利在终端应用方面拥有专业知识，能够生产范围广泛的定制产品，特别是我们可按照客户的经营需求与技术性能需求设计最适当的产品。伊利70多个产品获得美国保险商实验室和德国电气工程师协会的认证，并同时结合配色能力，使伊利成为电气与电子工业的卓越供应商。借助在特殊增强与功能助剂方面的专业知识，伊利成为消费品与汽车行业的理想合作伙伴，专注于提供高性能解决方案。事实上，伊利的聚酰胺改新塑料的产品是迄今为止塑料市场上应用最广的产品之一。我们很自豪地为客户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为部分世界著名品牌提供优质原材料，帮助他们成为其行业的领导者。伊利在全球各地拥有超过1500多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并且
屹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并致力于安全及环保的生产工艺。所以当您下一次在舞池起舞，在雪地里玩滑雪板，驾车出行或慢跑锻炼之时，请不要忘记屹立与您始终相伴，并承诺追求质量和创新的尼龙产品。